模仿贩卖车轮饼的摊贩制作和叫卖。来哟来哟，好吃香喷喷刚出炉的车轮饼哦，有奶油、萝卜丝、红豆、巧克力口味，三个一百，三个五十，有这么便宜吗？三个八十，三个一百差不多吧，三个一百元呢，快点哦，快点来买哦，买三送一，买二送二哦。乱叫卖一通，太贵吗？三个七十呢，有点贵吗？抱歉，我是比较暴力的摊贩，觉得没有气色，涂个口红好。品寒首度吗？买二送二，买三送一。你守住一百就好，平安守住车轮饼哦，快点来买哦。特制平安口味来一份，平安口味是什么口味呢？可以得到平安的一个吻，飞吻。买买买。